错，而且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呢，在活动的一开始，我有跟大家预告，我们的表演总监 Mingle 呢，在这一次的甄选培训当中，也有编一支舞蹈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的 Daco 老师，还有 Kiki 老师来为 WinStars 的参赛者来进行编舞，是不是？掌声谢谢一下这三位老师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他们精彩的表演了。那接下来的评审环节呢，我们将会分成三组做出演出，并分别带来精彩的 K-pop 流行舞蹈。首先登场的是团名 Once 的潘怡喜、黄凯冠、张伟安、吕米妮、李婉晶，掌声欢迎 Once Welcome。知名的甜美女团 TWICE 的 Yes or Yes， 还有 Heart Shaker。